来，各位伙伴哦，那个昨天太忙，录到后面都睡着了哈、哦。来，我们把后半段再把它完成了、哦。现在是1月19号早上10:34，来，我们看昨天谈到这个地方，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讲。那其实录影的时候哦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录影，所以我知道说有些细节不要去讲出来。好，就像你会看到有一些，特别是参考书，它都不印时间。因为他们卖不完的时候，隔年可以继续卖啊，所以他们很模糊。那大概没有多少，不要讲大学老师，没有多少做 YouTube 的人敢把时间日期写上去啊。我应该是非常少数的，因为很简单，我要求自己每年、每次、每学期、每个星期都要进步，好，这是我对自己要求。那相对起来的话，就是我上次提到的。这个日期写出来的，你们就知道是哪一个东西对哪一个东西，这个很简单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五题，每个孕妇都要进行妊娠糖尿病的检测，这个是我老婆跟我小孩当时的情况哦，所以我常说，你们未来你们会当爸爸妈妈都会，这些题目就是联动的。其中一种做法是短时间内喝下300毫升内含75公克的 glucose 测血糖，请问这是属于何种百分浓度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先来看哦，内含75公克，我们听起来这是什么呢？听起来就是一杯水，有一杯，你先不要管它了，我们先想象有一杯里面呢，里面的葡萄糖，它的总体积，葡萄糖有75克。但是呢，它的体积是300毫升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推断的一件事情，属于何种百分浓度？分母为质量，分子为质量，不是分母为体积，分子为质量。答案是这一个。再次哦，分母是体积300毫升，分子是质量。OK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5分。此时百分浓度是多少？好，那这边刚好约分除以三，就等于25%。好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，作为这一题就是25%。好，搞定。好，再来呢，这边这是稀释题哦，10N 的 H2SO4 硫酸5毫升，用水稀释到25，请问为多少 M？好，那这个我们用稀释的意思，就是说我原来的体积是小小的，它变大了，或者浓缩哈，因为比较少是浓缩，体积变大。但是我这样说好了，老板，我吃一碗牛肉面，把汤喝完，把面吃完，或者说我面不吃，肉没有吃，东西都没有吃，汤再加2倍的体积，那请问面有没有增加？没有，面只会泡烂变大，但是面的本质不会增加。它有3块牛肉，会不会增加？不会，因为它就是3块，但是它汤体积非常的大。这个比喻看能不能懂啊、哦？好，那也就是说，其实最快的算法是什么呢？五毫升变成25，体积变成5倍，浓度变成1/5。好，这个东西就可以速算哈、哦，所以脑袋大概有这样子的算法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开学之后，我会再让大家来演练这一块。好，那这边其中我就提醒了，小心 MN 的换算。好，来，10N，因为一个硫酸可以解离2个氢，因此呢，1M 等于2N，也就是这边10N 呢等于 5M。好，OK，所以这个写完这个，我就给1分或2分。再来呢，我们说浓度 C1V1 等于 C2V2，浓度原来是 10M，就是5。10N 5M 乘上5毫升，会等于 C2 乘上25毫升。好，这时候来约分喽，这时候来约分的，这边是5 5 25约分，这边是一，这边是 C2 哦，所以 C2 浓度就是 1M。好，答案出来了，就这样子决定，没了。好，所以那个第六题就是这样。好，再来第七题，以74克氢氧化钙配制成
200毫升水溶液的时候呢，末浓度是多少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先来看哦，你可以按哪个顺序都没有关系。200毫升水溶液等于多少？等于0.2公升。好，那它分子量是多少？Ca 前面提到是40，氧16，氢加一，整个括号加起来乘二，因为这边是二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先算一下40加17乘以2，34加40等于74。好，所以这数据是设计过的哦，数据设计过的。好，那请问 mol 浓度是多少？来，我们来套公式。好，那这时候就很快了哦。来，浓度多少不知道，体积0.2公升，分子量74，重量74克。好，刚好分子里面的分数，分子约母，分母约分，所以它的 mol 数等于一。一除以0.2，5 mol 浓度，OK 了哦。只是说我写的整个解释过程会比较不好看，但事实上是一样的事情。好，事实上是一样的事情。来，第八题，若有 1M 的硫酸1000毫升。那1000毫升马上就会拉下来，1000毫升等于1公升，会含有多少摩尔的氢离子？那我们知道说硫酸一个可以解离两个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它会摩尔来，OK，一样我们来算哈，一个解离两个，对不对？来，Cm，它用摩尔的话，我们就用只用 N divided by volume，OK，这边是0.1摩尔。体积1公升，摩尔数用眼睛算的话，哦，用眼睛算的话就是一移项过去乘上0.1，所以 N 等于0.1摩尔。好，搞定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是一个会解离成两个，所以呢，H 正等于2摩尔，跟着0.2摩尔。好，搞定，就这样子。但是这叙述过程当中，哈，其实我发现大家答题的时候都感觉比较害羞，不敢多写一些资料，哈。我会鼓励大家多写一些资料上去啊。好，来这边，第九题，好了，先这边来第九题，下列有关长度的换算，哈，这个在考前的时候阿云有录影帮大家讲解这一块，哈。下列何者错误？1公尺等于。10的2次方公分哦，没错哈，1公尺等于10的2次方公分，没问题。1公尺等于10的3次方公里，mm，没问题。1公尺等于10的6次方微米，micrometer，这个没问题。1公尺等于10的12次方纳米，不是1公尺等于10的9次方纳米，所以它是6、3、6、9、12。这个三的话是 K。mini，对不起，mini m，micro nano pico，哦，所以它的那个代号会不一样哈，代号会不一样，所以这一题的话，那个错误的是四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录影告个段落，我们再切换下个影片。